际狮子会300A 五区暨东地区狮友，在今年以人为本长乐服务年度主题下，利用狮子会社区服务的机会，号召将近300位狮友选择一起在外木山海岸举行禁滩活动，为环境保育爱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国际狮子会在我们盐池滩路口300A 五区基隆16专区举办禁滩活动。那禁滩活动呢，这是我们国际狮子会八大服务项目之一的环保项目。这些环保项目就是结合居民跟我们狮友共同来作为环境的保护。这些保护的过程当中，那要提升我们环境的这个环境度，跟我们人民宣导我们人民不要乱丢垃圾的一些状况，使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非常的这个干净，而且非常的美丽这样子。虽然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，天气不稳定，海边风浪比较大，不过禁滩期间天公作美，小露阳光，狮友们也在相对安全的天气下，在沿岸捡拾垃圾做环保。以人为本，长乐福。以人为本，长乐福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